上次开庭，忘了下跪了。我上，这次呢，我能下跪吗？你向谁下跪？我向被害人家属。对不起，被害人的家属今天没有到场。那我向社会，向法院，向我的父母。你做出的行为，最后需要承担什么法律后果？法院会进行依法的判决，向法庭其实是不用下跪的，好吧，我们遵守法律的规定啊。